是烧烤妹儿，今天烤两只牛耳朵来吃，丢在88度的开水里，把它烤两下，让它烫80点。啊，咋个扯不动哦？当真是牛魔啥？点都扯不动，用刀搞一下，刀都整不动，看来还是用老办法了。把这些老锅巴搓了，这些咔咔咔咔才能打整哦。带点黄河水、姜葱、料酒去腥，煮一个小时。要得了，开干，我们就烤这一个来吃，还有一个晚上凉拌来吃。烤干了，我们刷点油，翻一面。你们看，像不像个顺风耳？红油、海椒、盐、孜然、味精、花椒面、海椒面、葱花儿。我就不讲你，先整了哈，吃耳朵就要吃这面的脆棍儿。哇，这样吃就好巴适。哎呀，啃不动！这耳朵上面肉啃不动，等会儿我把它煮来吃，我们不浪费哈。你们猜我下个作品看啥子？今天就到这儿了哈，拜拜。